讲这么多，又没有说真的说这个疫苗多好，有那么多质疑，只是因为蔡英文，只是因为赖清德，只是因为苏贞昌，只是因为陈时中，大家这样这个拉台保护，这一定很多人得利嘛？那这些能不查吗？那你真的有认真查吗？那为什么东洋能够十九路去搜索，高端有搜索过吗？不是很奇怪吗？人家说认为你背后是以政护商，有这样的嫌疑，而且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明目张胆，居然没事。那呢，这个联合报社论说不办高端，背后就以政护商的诡计，主要就是因为东洋啊，他们办了东洋嘛，总经理啊什么都办啊，哎，那他就想说东洋股价也没涨多少啊，涨那么一个月啊，大概三成啊，高端不得了啊，对不对？是等于是涨了二十几块到四百多块，涨了二十倍啊，市值从二十几亿变成八百多亿啊，涨了四十倍啊。那按照这个那个主管单位说啊，说有五次异常，按照立委的讲法有九次异常，发表重讯前的这个交易异常，涨这么多，又没有说真的说这个疫苗多好哦，一二三期都经过这些事情也没有，有那么多质疑，只是因为蔡英文，只是因为赖清德，只是因为苏贞昌，只是因为陈时中，大家这样这个拉台保护，股市就这样涨哦。那你光想那四百多块买的，现在两百多块还是涨很多了，对原始股东来还涨了七倍嘛，但是对于四百多块买的，想等于腰斩了，可能有不少人受害了，但是一定很多人得利嘛，哦，那些在重讯之前大量进出人，他可能就得了利了，那这些能不查吗？那你真的有认真查吗？那为什么东洋能够十九路去搜索，高端有搜索过吗？都没有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检察官不是怕事吗？不是害怕得罪蔡英文吗？不是害怕得罪赖清德，得罪苏贞昌，得罪陈时中，不是吗？否则为什么会这样？不是很奇怪吗？所以奇怪到人家说认为你背后是以政护商，有这样的嫌疑嘛？哦，所以真的在台湾你就变成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有关系，让人家觉得很失望，而且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明目张胆居然没事。美国那个 Novavax 高端讲跟他一样，系出同门，都是用 NIH 的美国国务院的蛋白质，叫次蛋白了，哦，然后Novavax 股票最近大跌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二三期都做完了，效果非常好，但是呢，量产的时候品质不稳定，因为次蛋白量产不容易，所以到现在为止申请不了 EUA， 申请不了，股价大跌。那同样高端呢？民进党那时候不是讲什么他们是兄弟啊，什么一大堆啊，表兄弟啊，堂兄弟，那结果呢？为什么会这么大差别呢？哦，老沈沈富雄原来买了 Novavax。后来就知道看情况不好，他把它都卖了。老沈还是蛮聪明的哦，知道什么时候该买，什么时候该卖哈。那但是问题就是，你从这个东洋你看高端，你从美国的 Novavax 看高端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好，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，拜拜。